老师都先就不先选选球的顺序，第一第一，咱们第一시간이기로먼저선택을해주세요。好，今天选了一个大篮球，第二是太阳，太喜欢的，골라주시면。자세번째탑第三个是탑탑来选择一下탑식골라주시고요뭐가점수보는거예요4위는자4위는이점골라보고골라주시고요마지막대성씨好最后一个大声来选一下球虽然有的选네대성씨하나골라주시고아니요지금하나남았어요好最后的大声呢选择了羽毛球他们每次都